为什么骑自行车学会了就不会忘记？有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很久不骑，但依然记得怎么骑。怪不得共享单车这么火。知道为什么知识会忘，但学会了骑自行车就不会忘记呢？其实啊，不光是骑自行车，比如打字、游泳、滑冰等技能，一旦学会了就不会轻易忘记。这是因为面对新的知识，我们的大脑呢会将它们储存在不同的区域里。对于背诵、阅读、计算等知识，大脑会把它们储存在逻辑记忆区域中。逻辑记忆的特点是，如果你不经常使用，就会特别容易忘记。怪不得高中数学题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这么的难。而像骑自行车这样的记忆属于运动记忆，需要调动身体的肌肉来配合完成。运动记忆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难以掌握，但是一旦学会之后，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忘记。虽然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情况对于有些天才来说似乎不太一样。一位来自乌克兰的神经外科教授安德烈斯卢沙奇克保持着两项世界纪录：一呢是能够背诵圆周率位数多达100万位；二是能在2分钟时间内记忆5100个数字。这位天才还认真地说，我的脑力还没有完全的被开发，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背诵500万位圆周率数字。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吃香菜吗？下期告诉你。